为什么曹总在上个礼拜哦会把它放在第一棒的一个决定？这个球尤迪手接球之后，哦传给二垒手，再往一垒接传，哇还是双杀！哦尤迪手这个球，郭彦文接球之后呢抛给叶竹轩，叶竹轩接到之后再往一垒传，还来得及刺杀了陈江河。哇，这个二游真的有很好的搭配啊！但这颗球以郭彦文来讲的话，真的是拦得非常的精彩，远看就要穿出去的情形之下，他的一个横移的速度确实很快，但是虽然他接到球的时候抛给叶竹轩的时候有点抛歪了，但是我们看到叶竹轩接到的时候，其实他还有很足够的时间来传球。是，最主要也是因为陈江河他的最近的脚也是算是比较不太舒服，所以他球打出去的时候，你要将他做全力跑垒，我感觉是比较有难度的。对，因为真的让人惊讶的是，因为这球很明显的是抛歪了，所以你看叶竹轩他。